最新 Intex Prime Air 丝绒充气床，用了最新改良 PVC 物料。这些新物料是减低转身时制造的噪音，比一般充气床再轻了 15%。 旁边面料是用双层内容布料组成，不会容易刺穿，而且在最高和底部加上独特圈包边设计，充气床更加稳定，减低转身时朗来朗去的感觉。面层有条气槽，有 cushion 的作用，同埋有效地帮助身体散热。面部是用爪毛丝绒造成，又软又滑，令依张床更加舒适。选用 Intex 专利 FiberTech Construction 科技，由数以千条柱丝而组成，跟住你的身形而改变，比传统的充气床更加耐用，更加有承托力，而承托力增加了 35%。 一般充气床承托力设计是由头至脚，而这张丝绒床是由左边至右边，一行和另一行柱丝距离加密一倍，柱丝密度增加，床面的硬度更加有承托力，更加平均。转身那阵时张床不会侧埋一边，第二组起身不会有肩背痛。这张床的高度好像真床咁，好容易上床落床，一按电动开关掣就会自动充气和放气。 Intex Airlock 专有设计，每个产品出厂前都经过 100% 的测试，保证不会漏气。 Premier 有三个尺寸，单人加大双人，皇后加上 Softy 床垫会变得更有质感，将充气床的坑位填平，和真床不是很大分别。丝绒床表面是比较凉，加了之后是会舒服得多。现在套装做特价，快点来买吧。